立法會主席。我要向行政長官以及我哋各位官員致歉。喺會議廳裏面，議員係要遵守呢個議事規則。我係要主持會議，係保證我哋出席議會嘅官員，特別係我哋嘅行政長官，係受到應有嘅尊重。剛才的議員的行為是不能接受的，我希望我們跟著下來的這個答問會呢，可以有秩序地進行，讓行政長官在公眾都可以觀看到的情況之下回答我們議員的提問。行政長官現在向本會發